给。啊。嗯。嗯。嗯。你又救了我一次。福灵。可是以为生前在的那个福灵。王以为大人。你们认识啊？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亲戚王狗蛋。他大名王以为。秋琪，你别想了，咱们这次大难不死是有后福的，你要高兴才是，听见没有？嗯，我是高兴的。嗯，拿着。此次到了福陵啊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听了没有？启程了。哎，走嘞，走嘞，走了，走了。